班花班草上课迟到被罚唱歌，一开嗓直接惊呆，太好听了，听说 90% 的人打 XJJ 都是小姐姐，不信你试试。第一首志玲。迟到同学上一位表演才艺。未被未敢忘忧过，哪怕无人知我，台下人走过不见秋叶。老师，我还是吃。第二首《海底》。全班最默契的时候到了。林嘉文，你又迟到了。散落的月光穿过了云，躲着人群，铺成大海的云。第三首《巴啦啦小魔仙》。帮你张开口刀子。传说有个魔仙堡，有个女王不得了，每个魔仙都她知道，都盼望世界更美好，变大变小真的奇妙，一个咒语一个符号。第四首好久不见。危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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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让同学上来唱首歌。好久不见，当你看到我出现，再次回到你耳边，再次陪伴你入眠。第五首来迟。迟到的同学上来唱首歌。那条船不再有我的位置，我这一次终究还是来得太迟，错过了你此后所有的故事。